你怎么又来了？妹妹，你首富之女，隐藏身份三年，不归家里就算了，还嫁一穷小子，天天过这种送外卖的生活。哥，你能不能别老穷小子的叫他？三年前我被绑架，要不是因为裴思燕救我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再说了，现在思燕自己创业还得奖呢。要不是大小姐您在后面帮助，她能得奖？您有新的外卖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好了哥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。今天是我和裴思燕的三周年纪念，我打算告诉她我的真实身份，她如今身家过亿，接受起来应该不会太有压力。我先走了。算了，那再送你们一份百亿订单，就当做你们三周年的贺礼吧。谢谢哥，我走了。这不是我家吗？成人用品，该不会老公知道今天三周年，给我个惊喜吧。老公，你给我准备了什么？